好，那天晚上呢，去参加个化妆晚会。化妆晚会，这用的是 fancy dress party 是可以的。fancy dress 就是化妆服的意思。这个化妆服除了叫 fancy dress，也可以专门叫 fancy dress costume 也行，就直接加上 costume 这个词叫化妆服。我们再读一下，fancy dress costume，fancy dress costume，或者干脆就叫 fancy dress 都可以，叫化妆服啊。反正化妆晚会呢，fancy dress party 就好了。这个当然，这化妆晚会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可能用在美国更多一些啊。本文中用的是 fancy dress party，party 就是聚会嘛，对，或者还有个词叫 masquerade，也是表示化妆晚会。这个词大家可能在美剧中见得更多一些啊。我们大声先读一下第一个，fancy dress party，fancy dress party，再读第二个，masquerade，masquerade，也是化妆晚会。你记住不有个那个道具面具叫 mask，M-A-S-K 的，跟那个类似不就好了吗？好，这个那天晚上要参加一个化妆晚会去啊。然后后面说，这个理查兹夫人呢，参加化妆晚会，她进卧室干嘛呢？She intended to dress up as a ghost，后面说了，and as she had made her costume the night before, she was impatient to try it on。她呢打算装扮成一个鬼的模样，并且因为呢她在这头一天晚上已经把这化妆服 costume 给做好了，她急不可耐的想穿上试试看。这衣服在卧室里边就试衣服去了，哎，这么一个意思。下面还是看看这句话的句型分析。这个白颜色的还是句的主干，我们看到两句话是并列句，中间还是连词 and 连接，前面一句话和后面一句话。第一句话里面说，他打算装扮成一个鬼的模样，dress up as 装扮成、打扮成。然后 and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第二个并列句里边呢，前面先出现了个黄颜色的这个元音状语从句，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他的化妆服，什么时候呢？The night before 是个元音状语从句里的时间状语，就是前一天晚上。已经做好了化妆服，这个 as 在这类似于 because，然后 and 后面第二个句子主句呢，在这儿他急不可耐的想穿上试一试，be impatient to do 叫迫切的想做某事，try on 叫试穿的意思，这就好了。咱们看一看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值得咱们去借鉴的一些习语，特别是这个打算做某事，intend to do 是打算有意做某事啊，千万不要搞混了啊！如果把 intend 前面的 in 去掉。我们说 tend to do，那得翻译成往往或常常、多数情况下有某个倾向。比如说 ，women tend to live longer than men，女人往往寿命比男人长。这个不是一个主观的，它不是想活得长就活得长啊，倾向于或往往。但 intend 是主观意愿，是打算。比如说 ，we intend to go to Australia next year，我们打算明年呢去澳大利亚，在这儿是打算的意思，打算并不是倾向于了。跟它类似的很多，你像我们非常常见的 mean to do，mean to do 不能翻译成意思是，得翻译成计划、打算、有意做某事。mean 如果表示意思是什么，后面直接加宾语或宾语从句了，加 to do 的话是打算。Sorry, I didn't mean to scare you。对不起，我没有打算吓唬您的。就这个人往前走，突然间一拐弯，我出来，他吓，哎呦，吓我一跳。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不想吓唬您的。I didn't mean to scare you, to scare you。对。这么来说，mean to do 也有类似的含义啊。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个第57课里边，就是256页的第十行，256页的第十行。He always meant to go back one day, but not to stay。表示父亲呢，年轻的时候去了外国了，到了老了之后呢，他一直呢打算想回国去看一看，但是并不想长期待下去。这个里面只不过用了一般过去式 mean meant meant。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都是在后面加个字母 t 啊，他一直打算呢，有朝一日回国去，但并不想待在那儿。mean to do 计划、打算、做模式，这个可以同时记。那么跟他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你像这个常见的 be going to do， 也是表示打算，这个在口语中更口语化一些。比如说，我打算这个礼拜这个周末啊，把头发理了，把头发理了，请人做模式 have something done， 这个多好说啊 ，I'm going to have my hair cut。This weekend, 对吧 ？I'm going to have my hair cut this weekend. 我这周末打算理发，请人把头发理了，可以用它。这个在新概念里也有。咱们看第20课90页的第12行。90页的第12行，他说 ，Both planes were going to take off on July the 25th, but Latham failed to get up early enough. 他这两架飞机呢，
都是打算呢在7月25号这一天来起飞，但莱瑟姆那天没有能够起得足够早，它落后了。Be going to do 是打算做某事，计划做某事，可以同时记，类似。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比较正式的表达，非常想做某事，计划做某事，有意做某事。我们也可以用 intend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 intention。Have every intention of doing something 叫打算做某事，非常想去做某事。这个 every 不要翻成每一个，那就是表示很想做某事，有意做某事这个意思。看一个简单例子。I had every intention of phoning her this morning, but just didn't get a chance. 就是我呢，在今天上午呢，我很想给这女孩呢打一个电话，但是就是一时没有机会，工作太忙了，老板在旁边盯着，没得空。Have every intention of doing something 也是有意去做某事，很想去做这个事儿，可以。但如果表示没打算做某事呢，无意做某事呢，这个简单，像刚才那些动词，可以在前面加否定词。Not intend to do, not mean to do，这都可以的，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个 intention 注意，我们用 have no intention of doing something，把那 every 换成 no 就好了。而且注意，这会儿很容易错的是 intention 在这个搭配里面后面不加 to do 啊，不能加 to do，加 of doing，这个容易错。不能说 have no intention to do，加 of doing something。这个字典告诉我们这么用，我们看新概念是不是也这么用？请看134页第九行到底十行，134页第九到底十行。就是28克，5磅也太贵。这棵树。I had no intention of buying one, but I could not conceal the fact that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ize of the diamonds. 我没有打算买一个，这是这个钻石戒指了。但是我无法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哪个事实呢？就钻石之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被钻石的尺寸留下印象了。咱们中文用主动，钻石之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些跟弹球那么大。所以说，你看，我无意做某事，have no intention，注意，of doing something，这个结构，草稿纸多写几遍就背下来了。一定记住，我们学英语是什么呢？就是练书法的过程。练书法怎么办？第一步先临帖嘛，临字帖，当然得跟着高人学。亚历山大是我们的好老师。李老师只是个媒介，那把亚历山大的好东西总结好之后，方便大家记住就好了。好，本文中说他打算是怎么样呢？Dress up as a ghost， 这个 dress up 不能翻成穿衣服啊，他打上穿衣服就成鬼了，并不是。Dress up as 是固定习语，叫装扮成、打扮成，不是穿上身啊，也不是纯粹穿衣服，是装扮成、打扮成，直接是主语，打扮成了宾语的模样，这个可以，没问题。本文中是他打扮成鬼啊，但也可以在 dress 后面加宾语，使 dress 本身变成及物动词。Dress somebody up as 什么什么，那是把这个人打扮成什么模样。第一个不及物的 dress 后面不加宾语呢，是主语打扮成了这样。对，这里面是把某人打扮成什么模样都行。你看，我们看一个及物动词用法 ，We dress him up as a gorilla， 这怎么翻译啊？我们把他打扮成了一个大猩猩，不是我们打扮成，把他打扮成了一个大猩猩的模样。哎，这是 dress 两个用法都可以，都很常用，都很常见。那么我们看看在下面这句话中，究竟这个 dress 是当及物还是不及物的，咱们做个判断。请看第40课，就是182页的第8行。182页第八行这个片段，他说呢 ，He immediately telephoned the police and informed them that two students dressed up as workmen were tearing up the road with a pneumatic drill. Tear up 是个动词短语，表示挖开道路，一般铺设水管啊，什么修管道叫挖开的意思。Pneumatic drill 叫风钻，就是我们这个修路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巨大的一个钻头，是这个意思。他立刻给警察局打了个电话，报警了，并且通知他们说，通知警方了说，有两个学生打扮成了工人模样，并且正在用风钻在开凿路面呢。那么这句话中，这个黄颜色的 dress up as workman， 咱们看在这里面这个 dress 在这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这个得做判断了，为什么呢？大家发现在这里面这个 dressed 是个及物动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过去分词，被打扮成了工人模样的两个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 dress 看作不及物动词的话，那么好， dress up as 就是这句话的谓语动词了，一般过去式了，对。但是如果它是谓语动词的话，你的后面那个 were tearing up the road 找谁去啊？后面 were tearing 过去进行时，这肯定是谓语动词了。两个谓语动词中间没有连词，能撞车撞到一块去吗？当然不可能了。
那么这动词不是谓语，它不就是非谓语吗？说明是过去分词，不及物能用被动吗？不可能了，是被打扮成了工人模样的两个学生。所以这个 dress up as 在这儿是过去分词短语，在这儿可以把它看作后置定语或者看作状语都行。打扮成了工人模样的两个学生，或两个学生呢打扮成了工人的模样，在这个状态下去做某事都行，看作定语、状语都想得通。但注意，这是非谓动词，所以是及物的。咱们造个句子，咱们也用一下这个非谓动词 dress up as。他打扮成一个鬼去参加这个化妆晚会。这个里边我们想突出哪个动作呢？突出参加化妆晚会这个事儿重要。至于打扮成什么是次要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把去参加这个化妆晚会当做谓语动词，打扮成鬼的模样，是不是可以变成非谓动词吧？我们以前老师说过，重点的信息动作往往放到主句中当谓语动词，次重要的可以放到非谓语啊、独立主文啊或从句中就好了。参加化妆晚会怎么样呢？装扮成一个鬼，dress up as a ghost。咱们先说参加化妆晚会的，He went to the fancy dress party。后面呢，dressed up as a ghost 就好了。咱们注意，这个 went 在这儿是一般过去式，是谓语动词，但这个 dressed 在这儿是过去分词，是被打扮成鬼的模样之后参加化妆晚会。这一个是谓语，一个是非谓语，把这个弄清啊。好，那本文中呢，在这儿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它本身是主动，就装扮成可以。但装扮成、打扮成还有很多很多的类似表达，比如说还有一个，这一定当及物动词的 disguise。这个用的也特别多，咱们顺便也一块记住，大声里面 disguise 这个搭配叫 disguise somebody as， 把某人打扮成什么，这个 disguise 一定是及物动词，把某人装扮成什么，它一定得加宾语，或者呢宾语变主语就用被动，这也行。咱们看一道术后练习题啊，就是29页第四课术后题啊，29页咱们看第二题，往前翻书，咱们翻过来啊，看29页，看29页术后题第二题，咱们看这句话说 What did Alfred Block do for over 2 years? 他说两年多以来，这个阿尔弗雷德·布鲁克斯他做什么事了呢？做了什么事了？咱们看 ABCD 选哪一个。 A 选项说他跟他老婆说呢，他在这个公司工作，而其实他没有，这个错了，因为他确实在这个公司工作，只不过呢骗他老婆职务，没有说这公司他没有去编瞎话，所以 A 错了。 B 呢， He disguised himself as a dustman。 什么叫 disguise as 呢？刚讲过，把某人装扮成，就是他把他自己装扮成一个垃圾工的模样，这个里面搭配是正确的， disguise 后面加宾语，必须有宾语，加反身代词，把他自己装扮成垃圾工，语法正确，但是意思错了。为什么呢？他把自己装扮成了白领了，他本身是垃圾工，所以 B 选项意思错了，但搭配语法完全正确。正确选项应该选 C，他过着一个双重的生活，这个是对的，但是 B 选项的搭配却完全正确，这是把 A 装扮成 B。 那么同样，如果用它当非谓动词来用，装扮成了什么样子，那只能用过去分词了，就类似于那个 dress up as。 当然这句话是刚才疏忽提那句话，咱们就不看了，把他自己装扮成垃圾工的模样。那非谓动词呢，一定用 disguised as， 这是过去分词，被装扮成什么模样之后然后去做模式，是这么一个结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你看第四册里面就出现这个结构，四册的第九课，第四册第九课叫王室间谍活动，出现这么一句话 Alfred the Great acted as his own spy visiting Danish camps disguised as a minstrel。 阿尔弗雷德大帝亲自充当自己的间谍，打扮成了一个吟游歌手的模样，到了丹麦人的部队里面去。后面这个 disguised as a minstrel， 这是过去分词短语，在这儿做非谓语动词，修饰第一个非谓语动词里的动词 visit， 怎么去的？装扮成了吟游歌手到那儿去了，这是这个 disguised as。 这是装扮成、打扮成两个常见搭配。我们再回到中心搭配 dress up as， 这个是装扮成没错，但是它有几个类似的表达，咱们容易搞混。比如说我把 as 去掉，我用 dress up，这个也是习语，还容易搞混。这个不能翻译成穿上衣服，也不是穿上身，是什么意思呢？穿着过分的正式了，穿着过分的正式了，对吧？我们看例子 ，You don't need to dress up for a casual party. Casual party, casual 就随意的，
很随便的。我们朋友之间随随便便的一个聚会，这个 dress up 不能翻译成穿上衣服。那我说你随便聚会就不用穿上衣服了，咱们普通聚会也不能都光着啊，那这聚会性质可能就有问题了啊。我们这个 dress up 的穿着过分正式，就是几个朋友坐在一块聊天，什么喝酒吃烤串打扑克牌，对吧？人穿着什么 T 恤衫，穿着什么小裤衩就来了，结果你来了穿一件 tuxedo， 穿一件燕尾服来，那朋友一看这觉得太别扭了的。 dress up 就是穿着过分正式，这个意思，顺便可以记住。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呢，就是 overdressed， 穿着过分正式的就当形容词了。我们大声来念 overdressed，就穿着太正式了。你看例子 ，I think we are overdressed。我认为呢，我们现在穿着好像是过分的正式了，就是本来很普通的一个场合，穿的西装革履，全都可能过分正式了，过着了有点啊。它的反义搭配，穿着很随意，穿着不正式，叫 dress down。这个不能翻译成只穿裤衩，只穿下身的衣服，这跟上下没关系啊。这表示穿着很随意，不正式。我们大声来念。Dress down， 穿着不正式。你看 ，In many offices, people dress down on Fridays。在很多一些办公室里面呢，在周五的时候，人们穿着往往比较随意，就一般不西服革履了。因为很快呢，下午很早下班了，咱们一般就看电影，去聊天，去玩去了。一般就穿着比较随意，就 dress down 这个意思。那同样的，穿着太随便的，同样可以用 underdressed。underdressed。就穿着可能过分随意了。Everyone else was in smart suit, and I felt a bit underdressed. 周围我一看呢，每一个别的人呢都是穿着时髦的西装。咱们还记得吗？第四课讲过 smart suit， 叫时髦的 ，smart 就时髦的，对。并且我觉得呢，好像有一点穿着过分的随意了，过分不够正式了，对。别人穿这个西装革履，这个头发一根不乱，对。我看我这就穿了件背心儿，这不合适的，这个稍微有点穿出不够正式的，这个意思。好，再回到课文里边来。然后后面说了，并且怎么样呢？他打算装扮成个鬼的模样，并且 and， 然后第二句话中的原因状语从句，因为他在头一天晚上已经做好了他的 costume 化妆服。注意这个头天晚上叫 the night before， 就是在那件事发生的前一个晚上 ，the night before。这个 before 在这当然是个副词，不再是介词了，是个副词，那表示时间。什么叫 the night before 呢？就是头天晚上，就是除了今天之外任何一天的它的前一个晚上。如果在今天的头一天晚上，当然得说 last night， 那是昨天晚上，对。如果不是今天的某一天，比如12月26号，它头一个晚上 the night before 也行。当然也可以这么说 the earlier night， 前一个晚上也可以，或者说 the previous night， 上面一个晚上也行。或者比较文绉绉的 the preceding night， precede 表示先于早于某事， preceding 表示更早一些的也行，叫上一个晚上前一个晚上意思一样。我们分别读一下就好了， the night before， the earlier night， the previous night。 注意不是 别读成 previous， 没有字母是 vs 在里面， the previous night， 好记了， the preceding night。 这是头天晚上，就是除了今天之外任何一天的头一天晚上。那马上想到转天晚上怎么说，如果从今天算的转天晚上，那就明天晚上 tomorrow night， 这都会说。但如果不是今天，是某一天的转过天晚上呢，首先第一个 before 换成副词 after， the night after， 转天晚上可以这么说。这个 after 同样是副词，一样用形容词放在前面呢， the next night， 转一个晚上下一个晚上可以这么说，对吧？ the following night 可以吧，或者是 the succeeding night 都行。 succeeding 是 preceding 的完美反义词，就跟随在后面的下面一个的都行。我们再读一下 succeeding， 这是转天晚上。那么头天或转天咱就不说了，如果是这个从今天算头一天呢， yesterday， 转天是 tomorrow， 对。如果不是今天呢，头一天 the day before， earlier day， previous day， preceding day。 那转天呢， the day afterThe next day, the following day, the succeeding day 都行。这个把那个 night 换成 day 就好了，这个好说。然后 she was impatient to try it on， 她急不可耐的想穿上试试看。这 be impatient to do， 咱们当时在第五课生词中就讲过
be impatient to do 不要翻译成做某事很不耐烦，而是急不可耐的想做某事，它是表示等的不耐烦了。be impatient to do 是等的不耐烦了，急切的想做某事。哦、oh, ，I was impatient to see her。哎，我等的都不耐烦了，非常想看看她，是这个意思啊。咱们的复习这形容词可以替换，可以用 be eager to do， 这是中学讲过的，对吧？还有呢 ，be anxious to do， 焦急的、急切的。再读一下，不要读 anxious， 再来一遍啊 ，anxious， 没有字母儿，不能够说到啊。还有呢 ，be itching to do， 这 itching 就感到很痒的，就心里觉得这百爪挠心，有个小手就抓的，哎呀，我想不想我这必须得做某事儿，哎，心里很痒痒，可以这么说。那、啊、我语气更重一些 ，be desperate to do，desperate 就亡命的。不顾一切的拼命的想做某事，想死了，你挡噗一刀捅死你的，必须得去做。I was desperate to see the movie， 我非常想看的电影。I was dying to see her， be dying to do， 想死了也行。或者干脆不用 be 动词 ，can't wait to do something， 等不及了，必须做某事。当然英国人都是 can't， 美国人都是 can't， 对吧 ？I can't wait to see her， 我等不及了，必须得看，去看看她，这个也行。本文中是急切的做某事。Try it on, try on 表示试穿，这个 on 是副词，所以宾语很短的话可以放到 on 的前面来，宾语长的放到后面去。Try on 是试穿，急切的想试试这个化妆服是不是很合适啊？到晚上出问题就晚了，现在先试试。后面介绍这个化妆服啊。Though the costume consisted only of a sheet, it was very effective.尽管这个化妆服呢仅仅是由一个床单组成的大白布单子的挖俩窟窿脸上一套，但是呢它效果却非常之好， effective 的效果好的。这个由什么组成用来 consist of 当然是可以的，咱们也可以换成别的由什么组成，随便拿一个，比如说 be composed of 不也行吗？那 composed 用被动，咱们词汇中讲过啊，如果大家好好复习的还记得，那加一个 only 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可以说 though the costume was composed only of a sheet，尽管这个化妆服仅仅由一个床单组成，对吧？这个注意哪个是被动，哪个是主动就好了。但是 ，it was very effective， 效果非常之好。他说效果很好，就为下文中那个查电表的被吓了一跳做一个铺垫，因为太像鬼了，穿上以后简直就是一鬼。然后 ，after putting on， Mrs. Richards went downstairs， 在穿上这个化妆服之后呢，哎，理查太太走下了楼去。那 try on 是试穿 ，put on 就穿上就好了。嗯，穿上之后呢，走下楼去了。哎，在楼下地方宽敞，我跑跑动动，看碍事不碍事，下楼来试试。She wanted to find out whether it would be comfortable to wear。她想干什么呢？她想看看呢，是否这个衣服穿上很舒服。Find out， 咱们以前说过 ，find 是发现、找到某个东西 ，find out 是了解到某个事实真相。这个衣裳穿的是不是很舒服，这不是一个钥匙，一个可以摸得着的东西，这是个事实真相，用 find out 是对的。 whether 当然是宾语从句了，是否穿上很舒服， whether it would be comfortable to wear。 但是这个地方有同学下课问过，问得好，李老师，这个衣服是被穿呢，为什么后面 comfortable to wear 呢？不应该是 to be worn 吗？那被穿上以后舒不舒？这衣服不是他穿别人呢，这被穿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记住，形容词后面如果用动词不定式做补语的话，一定用主动表达被动的含义。用主动表达被动含义。我再说一遍，形容词后加动词不定式做补语补充说明的话，用主动表达被动的含义，这是规矩。咱们多看几个句子。He's easy to fool。这个人很容易被愚弄，我们是去愚弄他，他不是愚弄别人。其实呢，写全了应该是倒过来，应该是 to fool him is easy， 对吧？这就明白为什么主动了，来愚弄他这个事是容易的，所以叫 he's easy 形容词后，来补充说明加 to fool 就好了。你再看这个 ，she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lease， 这个人很难去取悦他。please 表示让某人开心，取悦某人啊。为什么主动呢？形容词后加了 to do， 是不是类似于 to please her is extremely difficult， 要取悦她是很困难的，可以这么说。来，再比如说再多看几个例子。 The machine is awkward to handle， 这个机器操作起来它很笨重，很笨拙，不好操作。这个 to handle 应该是被操作呀，
是不是相当于 to handle the machine is awkward？ 可以这么说。啊，再看一个短语 ，the man is hard to work with。这个男人跟他共事啊，真是太难了。这个用主动，哎，为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 to work with the man is hard？ 跟他共事太难了。所以本文中也是这么一个主动结构，相当于 to wear to wear the costume， 然后 is comfortable， 穿这个化妆服是舒服的，是主动结构。他到楼下呢，试试看，看这衣服究竟舒服不舒服。前面的事儿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到了楼下之后，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会儿在第二段再继续来看。我们第一段跟老师就学到这儿。